小杆子那买，不怪的。没有花生芝麻拌的油。
姨，你不要买了，知道不知道？你买了没用，知道不知道？只管他买，两块五的，啊，关系生产六元。
不要Thank you.
已经照片了，你看，你看。
刚才的没有水分的。OK。这边去已经难走哦，这个人好多人的。我走到他，我再走到他。三块五，零零零，九零零。反正打到早点挂，得那块都忘不了。Thank you.
你要给我往东方过一转来，今天就来了。